我是公共列车长的811年了，6月17号。瑞芳瑞芳站了，21:02，所拍的是要代币。对，这台货要代币。这瑞芳站要代币哦，41次。这班是7531次货列。金统区间车，亚董，金统，什么7531次？1312单电脑，抱歉啦，你要代币啊。1312单电脑加速就知道了。好，17/12，发的就明显让青龙了。2129，2128，2128 ，DRC129， DRC125， 三节 DRC 123个车，17/14，12次哦，发的就明显让青龙了个车。在瑞芳二号那里哦，我下面一个妈专门做多久？我们大主播平安，大舅妈妈。关闭车门啊！准备关闭车门。75，17/12是关闭车门了。发的叫平线刚青龙的今天末班车，平一支线的末班车在瑞芳站关闭车门。DRC128 DRC129 DRC105 三节 DRC 和车个车在瑞芳的已经是理由，谢谢各位的节目。那这台节目吧，以7531次1312单电头加速解释站走的后列，在瑞芳站停靠待毙。我刚才这台节目吧。